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在今天的读经一，我们继续听保禄写信给哥林多团体，在第十二章，他讲的不同的神恩。他说，虽然是有很多很多的神恩，但是这些的神恩来自同一个圣神。那他也在十二章的后面，他给哥林多团体说了，他说，现在我要指给你们最大的神恩。那这个是最后一句话，十二章的最后一句话，他调到十三章，十三章最大的神恩就是爱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说一语，我们少了爱，这个都没有用。如果我们能够医治的有医治的神恩，但是没有爱也没有用。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心中存着是什么期望爱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创造在至万有的天主，求你垂顾我们，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，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。弟兄们，你们要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。现在我把一条更高的道路指示给你们。纵然我能说人间的一切语言，又能讲天使的话，若是没有爱，我就成了发声的锣，能想的拔。我既是有先知之恩，又明白一切奥秘，具有各种知识，并且有全备的信心，甚至能够移山，若是没有爱，我也不算得什么。即使我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施舍了，又舍身被火焚烧，若是没有爱，为我毫无益处。爱是含忍的，慈祥的，爱不嫉妒，不夸张，
不自大，不做失礼的事，不自私自利，不轻易动怒，不计较别人的过错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爱包容一切，相信一切，事事盼望，事事忍耐，爱永垂不朽，而先知之恩终必消逝，语言之恩终必停止，知识之恩终必过去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，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是一部分，等到那完全的来了，这些部分的就必要消逝。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看法像孩子，思想像孩子，我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。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。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一部分，那时就要认清全部，如同我完全被认清一样。现今存在的有信、望、爱这三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。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。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，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，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，在欢呼声中弹琴奏乐。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。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，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，他爱护正义和公理，他的慈爱弥漫大地。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。尊上主为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。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。上主选为产业的国民真是有福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，路亚。Alleluia。 主，你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，唯独你有永生的话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群众说：“我要把这一代的人比作什么呢？他们好像什么人呢？他们好像坐在街上的儿童，彼此呼唤说：‘我们给你们吹笛子，你们却不跳舞；我们唱哀歌，你们却不啼哭。因为席子若患来了，不吃饭也不喝酒，你们便说他附魔了；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你们又说这是个贪吃许久的人，是
随礼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是天主的智慧会借着他的儿女被证实的。上主的圣言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师父平安。我跟小孩子们的互动应该是很少，我们做神父大概在礼拜天弥撒结束后，那跟主日学的小孩子在那边讲话，但是我们讲话的时间也应该不会很长，大概可能是如果有一个小时的话，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因为主日学的那个小朋友，那等一下他们就上课，那他们上课也有人带领，那我跟小孩子们的互动应该是在福大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，每暑假，应该是暑假，冬令营好像很少，但是那个暑假的那个夏令营，我们大几乎每年会去带领。那我们带领的是在嘉义、朱祁，还有在阿里山、分岐湖，还有在特福耶那个山上的小孩子们。那跟他们还有我当神父之后，在这里圣善堂也带领我们的暑期灵营的那个夏灵营。那带领他们的时候，真的是会发现他们每一个小孩子的不同的可爱。第一次遇到他们，我们跟他们讲说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，有人他就是做他自己的，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告诉他们你不要这样做，他就是这样的去做，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，他就是不要这样的做。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孩子很不错，他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别人怎么做他有做他的事情。但是第一天我还觉得他可爱，第二天也是这个样子的，第三天，第一个礼拜，第二个礼拜又这样的，就觉得说这个小孩子真的是一个麻烦，这个麻烦真的是一个麻烦。在一个大团体，我们需要的这个团体应该是要怎么做，一起做的，一起合作，但是总是有一两个他们做的跟其他的人做的是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包容他们，还是要接纳他们，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带领这些小孩子。在今天的福音，耶稣所讲的好像跟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的经验差不多的。那耶稣所讲的不是针对小孩子，是针对那时候犹太人的领袖们，就是经士们、法利赛人、法税士他们这些人。那耶稣讲的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来接受天主的使者，天主所派遣的使者 的接受度，他们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完全的不接受，他们是拒绝。先是若翰，天主派遣若翰来到他们中间，若翰也跟他们讲了很多很多，代替天主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邀请他们要悔改，但是他们不肯听若翰的话，他们不但是不听，他们还拒绝若翰，他们还说这个人是发疯了，每一个人要过的生活就是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大城市，但是这个司祭的儿子若翰，扎扎利亚的儿子，司祭的儿子，他反而不生活在耶路撒冷，在城市要服侍圣殿，但是他跑到哪里？到旷野。他穿的衣服就是这样的破烂的衣服，是骆驼毛做的衣服，他吃的就是这些简单的在旷野所找到的，他好像是度的是非常那个是
应该是远远超过苦修会的生活。他不吃，他不喝。所以这些领袖们，法利赛人、法学士，他们就说他这个人真的是发疯了，他发疯了，过得这么苦的生活。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也是一样的，他把天主的道理也带到人间，把这个福音要带到以色列给他的同胞们听，他们不肯听，尤其是这些的领袖们不肯听，他们拒绝，不只是这样的拒绝，他们还想办法把耶稣抓了，把他杀了。那耶稣就说了，你们看，若翰来，你们说若翰是疯子，那我来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吃，跟你们一起喝，你们还说我是什么？我是贪吃，还有这个要这个施酒的，对，喜欢是，就是我是贪吃，我是酒鬼。那应该要怎么办？要问他们，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，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才符合他们的胃口。我们印尼有一句话，就说，他说，狗在路旁叫，草生子还要继续往前走。啊，这个跟我们中文的可能，中文的就说从而不闻，就是在路边可能是狗一直在叫啊，一直在哇哇叫，但是你知道你的目标是往哪里走，你就继续往前走，让狗继续在那边叫，这个到最后狗就会停下来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设了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就往前走。耶稣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证实了这个，他说，但是天主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而被什么那个被证实，天主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而证实，这其实这个儿女就是说工作，天主的智慧透过他的工作，到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是什么？虽然是被人拒绝，无法接纳，耶稣还继续完成他该完成的事，完成他的使命，到最后别人就会，人人都会知道，他所做的就是对的。所以我们可能是有很多很多事就是这样的无理取闹，但是我们还继续往前，完成托给我们的使命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把我们的祈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支西恩的安慰
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朝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国民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主耶稣是生命源，我主耶稣是活水泉泛河，这水主曾明说道，永远再不渴。难道永远再不渴？真真永远再不渴？难道永远再不渴？真真永远再不渴？泛河这水